姻缘生一旦系上，你就再也逃不掉了。不过这个东西呢，丢失了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啊！不用着急这几天。我看你啊，气色不太好，这段时日啊，在山上多住几日，也给你的师兄师弟做做榜样。哎，对了，尤其是那个赵谈谈，18年了都还没有住籍，你不考虑拯救一下？哎呀，这个。 得看师妹配不配合呀，我才不要你管。我不管，你必须给我好好管管这个赵谈谈。那师傅发话了，我可不客气了。嗯，这就是林子吗？ 姻缘生一旦系上，你就再也逃不掉了。怎么阴魂不在？谈谈，谈谈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有吗？做噩梦啊？嗯，肯定是做噩梦。我居然梦到了崔晨，梦到大师兄。我听说女孩子做梦梦到男孩子，这个叫。 叫，春梦，你才春梦呢！我还没做过，他们说呀，只有怀春的少女才会做。春梦里都有啥呀？你跟我说说呗。哎，雪姨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以后呢，就少看那些没有营养的画吧，要不呢，我就把你的翅膀，我跟你说，雪姨你别跑，站住！ 是你先撞的我啊！我这不是怕你摔死吗？谁知道你居然挺住了。算了算了，今天是我筑基的大好日子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不过你怎么今天突然间筑基了？难道是我们那个名不虚传、德高望重的慕白师兄给你上小课了？